终于找到卡鲁索脱发的原因了。三年连换三个女友，个个都是逆天颜值身材。杜兰特看了直呼不公平。从落选秀到千万先生，卡鲁索的 NBA 生涯堪称励志。不过他的情感生活更加丰富，让外人十分羡慕。卡鲁索的初恋女友叫艾比·布鲁尔，她的母亲曾经是乔治亚选美冠军，所以布鲁尔也完美遗传了母亲的优良基因。火辣的身材，立体的五官，布鲁尔的颜值丝毫不输明星超模。 除了美丽的外表，布鲁尔还是妥妥的学霸，拥有加州大学的广播学士学位。目前也是一家公关公司的高管。当时很多球迷都看好这对神仙眷侣，不过好景不长，两人仅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宣告分手。随着卡鲁索在湖人的表现越来越好，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。第二春也开始绽放。卡鲁索认识了洛杉矶当地的一位模特兼造型师，他的名字叫米娅，颜值也是非常的高。两人相识后迅速坠入爱河，都以为遇到了各自的真爱。异地恋到底能不能长久？ 当卡鲁索远走芝加哥后，两人的相处时间也越来越少，最终还是不敌异地恋决定分手。不得不说，卡鲁索虽然头发少，但真的是情场高手。刚刚签完千万大合同，卡鲁索就相识了真人秀女明星海伦，两人也多次公开秀恩爱，休赛期还一起甜蜜度假。三年换了三个女友，颜值身材个个都是顶级，不得不佩服卡鲁索。兔曼巴到底是情场高手还是情场渣男？